的人奉伊的名字过的时阵，伊就甲咱同在。今仔日你早起，你来带着什么款的心情？你检测心内要沉重，要忧愁，要悲伤困吧。这是咱要求咱的圣灵来透访咱，因为主因应允讲，主伫倒位，伊的灵伫倒位，那遐都有自由。咱即阵，咱来求上帝来圣灵来予咱自由。这条用华语唱是华。是自由的灵啊，求你。Yeah.
坐着做王，他满有怜悯和恩典。当我们投靠在他翅膀下的时候，他永不改变。我们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主坐着为王，一直到永远不改变，所以我们就不必害怕。主耶和华满有怜悯和恩典，我投靠在你翅膀荫下。当我回转，一宿虽难有哭泣，早晨必欢呼喜乐。Oh.
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力量，我随时的帮助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死过又活了，一切要活到永永远远。他是荣耀的羔王，是坐在宝座上的羔羊，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跟赞美。我们要来歌颂他。